叫起来了，打做什么没有？怎么都没打着，我到挨到人家打着了。你们瞧，哎，他不是花家那个小娘们吗？可不是嘛，撞碰买跳的，跑到咱们村子来打理，还要放肆。可不是嘛，王大哥，真对不起，我以为是一只兔子，想不到是你放在那儿。嘿嘿，老王，你挨了打还要给人家骂兔子，可不是嘛。 他竟敢瞧不起咱们爷们，可不是吗？嘿，你偷了我们的东西，快留下来才放你走！快留下来！留下来！哪个偷了你们的东西？你还说呢？你是花家村的人，跑到我们李家村来打猎。 这个燕子，这个野鸡，这个兔子，都是我们村里养的，你不告而取，你不是偷吗？哼，天上飞的，地下走的，这都是在村子外边打来的。村子外边打来的，来到我们这村子口，也得要抽税。这是几时新的规矩？今天才新的。对了，是今天才新的新规矩。 放我走！放你走也不难，打了我们的情愫，都要还。小木兰，下马来，咱们谈谈。咱们玩玩，咱们玩玩。小木兰，不害羞，不会打猎，你只会偷。小木兰，小乖乖，要走，男人我这儿来。再不放我！ 我可不客气了，小木兰，别啰嗦，我还没娶老婆。哼，<笑>看起来你们都有两下子。哼，你还才知道，我们李家村的人都是文武双全的。刚才那套是文的，对不对？对了，那么武的呢？武的，<笑>那你可受不了。嗯。 让我们来比比箭法，好不好？你要比射箭，<笑>好极了。你瞧那天上飞的，嗯，那是鸿雁。我一箭射了去，多中它的眼睛，就不会中它的嘴；多中它的嘴，就不会中它的腿；多中它的肚子，就不会中它的背。<笑><笑> 听你的箭法还算不了稀奇，你可会用一只手把手射箭？一只手，嘿，这怎么射法？你瞧着，这样开弓，马上箭，把走反倒背后，要是天上的鸿雁落地，你先射给我看。对了，你要射得动，放你过去；你要是射不中，连人带马都留在这里。 让你妈妈拿钱来取。好，好，好，大将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各位请看，箭来了，我要射第一行的第一只。各位大将，倒上了这个小丫头的当了，可不是吗？ 天天来天天，满天街儿风流花，来吧来吧，花儿来吧，一朵花儿也有开花。
妈，我因为爸爸的病刚好，所以才出去打点野味回来，让他老人家开开口味。你爸爸因为你一天没回来，正在那儿生气呢，快瞧瞧这后门进去，换了衣裳再去见你爸爸。我的好妈妈，好了好了，快去吧，把这些打来的东西也都藏起来啊。哦， 一个女孩子家，成天在外头乱跑，你看你还像个什么样？姐姐，爸爸，你看姐姐打的这样多。我常常从军在外，你瞧你把女儿教成这种样子。她从来也没做过什么坏事。 顶多不过是喜欢打猎罢了，谁教你从小就教他使枪射箭，把他心都玩野了，还要来怪我？我因为爸爸病和胃口不好，特地去打来给爸爸吃的。这些都是你打的吗？当然都是我打的。我可不相信。我相信，姐姐比爸爸还要会打猎呢。 以后不许你出去。是。还不快去换衣裳。是。回来，罚你3天织一匹绢，不织好不许出来，听见了没有？听见了，爸爸。咦，谁来了？ 这里有个花石绒吗？ 不敢，就是在下，就是你呀，有封文书是下给你的。哦，多谢大哥。这里有点小小的意思。 不要客气，好剑法，再见再见。哼，你这顽皮的孩子，爸爸不相信我射箭射得准，所以我显点本事给您看看。 一定是边境又出了事，又要我去从军。
这一次去充军，能不能活命回来，是不晓得。家里的事，全要你当心照管了。你的年纪大了，病还没有完全的复原，怎么能受得起战场上的辛苦？叫我怎么能放心？国家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。如今国家有事，每一个老百姓都应当去打仗。何况我是吃的国家的粮，躲在家里也不像话。我倒不要紧，只是想起家里没有人照应，要是大儿子不死倒也罢，如今只有两个女儿，树兰的年纪这样小，要不然倒可以替我去充军，也免得我这一条老命死在异乡。哎，我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无缘无故的要来打我们。他们是强盗，还有什么可说？真是20几年的夫妻，你从来在家的时候少，一家大小全靠你。皮诺，别伤心了。谁在那儿叹气？是我。半夜三更，一个人叹气干什么呀？孩子一天一天的大起来了，还没有人家，这也是我的一件心事。孩子，为什么不知倦，在这唉声叹气？为的是爸爸。为我？是不是为我白天责备了你几句，在这儿生气呀？爸爸责备我是应该的，我怎么敢生气呢？那么为什么呢？因为刚才爸爸在房里对妈妈说要去从军的事，我都听见了。我想爸爸去不得。怎么去不得？爸爸一生已经经过了几十次打仗，这么大的年纪也应该在家里养老了，一年来又是多病，北方的冰天雪地，您的身体怎么受得住？大哥不在了，兄弟年纪小，姐姐就要出嫁，家里全靠爸爸撑持，我看还是不要去。君命如山，怎么能够不去？好在爸爸年纪还不很老，还可以替国家出点力。死在战场上，是要比死在家里光荣的多呢。爸爸，我想。你想什么？我想替爸爸去从军。啊，你替我去？是。那怎么使的？那不是笑话吗？一个女孩子家怎么能够去打仗呢？去睡。不，爸爸从小教女儿一身武艺，留在家里也没有用处，不如替爸爸去从军，一来尽孝，二来尽忠，得胜回来让人知道，女孩子也能当大门楣，就是战死沙场也心甘情愿。爸爸，您成全了女儿吧。你的孝心我很欢喜，可是我怎么能够让我的女儿去冒名顶替呢？我可以改扮男装。嘿，村里村外的人谁不知道你是一个女孩子？妈妈，爸爸，尽管对人说我本来是个男孩子，
因为怕我长不大就扮成女装，如今长大了改换男装去替父从军。上官不会答应。爸爸年纪大了又时常多病，只要爸爸去说明缘故，女儿再演几手武艺给他们看看。去不得去不得，爸爸妈妈成全女儿吧。你能有这样的胆量，我倒不忍心阻拦你。可是上战场不是好玩的，到那时候可不要懊悔呀。哼，女儿年纪虽轻，倒也深明大义，无论怎么样的艰苦绝不后悔。好，妈妈去把我的军衣拿来，让他穿起来试试看。我才不去呢。那么我去。起来倒很像一个小伙子，可是你的嗓音。好了，睡吧，明天再说。身报家国，不妨短剑断离情。谁呀？请进来。小将花木兰参见老将军、老夫人。妈妈、爸爸，我的嗓音像不像一个男人？像得很。像倒是像了，可是我总是舍不得。天官紧急，大家要去投。有名字的先两天之内就得开发，误了某期军阀同事。好，我现在往街市上去买点行装。好吧。他这样装扮起来太像我们大儿子了。先拜祖先。
祝你一路顺风，扫灭狼烟，得胜回朝。多谢爸爸教的女儿一身武艺，使得女儿能够尽忠报国，又成全了女儿的孝道，真是两全其美。这正是报答爸爸的时候，请爸爸放心。望你一路上多加保重，真是从小一步都没有离过娘。妈，尽管放心，妈成全女儿的志向，使女儿能够做一个国家有用的人，将来得胜回来，一家团聚，那才安稳。妈，您等着听喜信吧。恭喜妹妹前程远大，多谢姐姐的金言，料理家务，侍奉爹娘，全靠姐姐了。姐姐，你要是打不过那些家伙，只要写信回来，我就去帮你的忙。哦，好极了，好极了，听爸爸妈妈的话，发奋勤学，将来好为国家出力。要去从军的，今天就要开炮。要去从军的，今天就要开炮。从军的。爸爸去打仗了啊！爸爸去打仗了啊！宋儿，你的脾气很燥，到外面要小心呐。我什么也不管，只晓得杀。子儿，你平常太懒惰，爱睡觉，出去打仗可比不得在家里呀。妈，您放心好了，儿子不打胜仗，再也不睡觉了。啊，我去了，上马吧。女儿去从军是一件光荣的事，妈不应该伤心，应该欢喜。对了，我们应该用笑容来鼓励她。妈，笑啊！爹妈身体保重，女儿去了。保重。孩子，路上保重。老婆刚娶回来只有15天了，你出去之后，你的老婆说不定会找一个小伙子去陪陪她。可是我那个又肥又白的孩子，
个家伙长得好白呀、啊、不但很白还很嫩。你又没摸过他，怎么知道他很嫩呢？你挡住眼睛干什么的？哎，不知道这个家伙到底是什么路的。哎，管他的，哎，我们赶上去凑个热闹去。哎，好。哎，小兄弟，你哪来呀、啊？我都来。到哪里去呀、啊？延安州去。去干什么呀？去投军。好几千里地呢，你怎么去得呢？怎么去不得？路上有强盗。我有宝剑，树林里头钻出来，豺狼虎豹，弓箭可以防身。劝你不要说大话，你小鸡似的，只好把老虎当点心。你真像一个小鸡呀、啊！哎，小兄弟，你姓什么？姓花。啊，你真像一朵花啊！二位，如今边关紧急。大家前去投军，无非是为国效劳，绝没有自己人还欺负自己人的道理。二位跟我还是头一次见面，就对我这样说话，难道就想欺负人吗？哟，好大的脾气，说说笑笑，谁欺负你呀？啊啊啊、好，你这个小兔崽子，竟敢动手！三路，最好的不要逃。对不起，要你的好看。好，来吧。好，慢来慢来。刚才我看得明白，分明是你们两个在欺负人家。我看算了吧，有本事不如到战场上去显去。这位大哥，你走你的，不要跟他们一般见识。哪算是降低一块料来？哎。劝你不要多管闲事，老子的刀可不认识人。仁兄，他们既不死心，就让小弟去对付他们吧，也不用刀枪，只用这几颗小石头，让他们知道人不是好欺负的。来吧。好，好，来吧，来吧。对不
才那两个东西实在可恶。都被仁兄替我解围。哪儿的话，仁兄的武艺超群，真是令人佩服。惭愧惭愧。哦，请问仁兄尊姓？不敢，姓花。佩服。好字木兰，总请教仁兄贵姓。哦，弟姓刘，好字元度，我是沛良人。府上呢？我是佛州人。也上延安州去吗？是的。仁兄呢？我也是的，因为家父年老多病，因此替父从军。忠孝双全，令人可敬。行军的事懂得很少，还望多多指教。岂敢。我们到店里去歇息去吧。好。小二。是。多加草料。是。这一定是妖怪，恐怕是剑仙。嗯。您请坐，请坐。你叫我们干什么？这个家伙不是好惹的，我们已经吃了苦了。今夜细嚼。哦，放着吧。哦，大兄，我洗好了，你这儿来吧。哦，不敢当，不敢当。怎么，洗脚也要关起门来了？怎么？剑仙啊，请问老哥是什么职位？我替家父的车站中队正。哦，我也是队正，我们是同僚。不过像老哥那样的武艺，一定会步步高升。谢谢你的金言，只要能替国家出力，真正的大小倒不在乎。去睡吧，明天还要赶路。您先请吧。我们真难得一见如故，想不到一个是沛良人，一个是亳州人，忽然同在一处，这也算是缘分。哪有四海为朋友，人生何处不相逢。明天见吧。明天见。Thank you.
看你这么上火了，三年了，什么好处一点都没有。你看那个姓花的，我们一块来投中的，他一来就升官，如今做了校尉，眼看着他就要升都尉，再一跳还不是几度十，看起来还是要长得漂亮。那也不要说，人家到底有战功，他来了连打了几个胜仗，也怪不得将军赏识他。家伙你真怪，妹里妹气的简直就是圣女人，她那身武艺也不知道怎么学来，打起仗来可真不含糊。哎，可惜她是一个男人，要是一个女人呢、啊、那我你怎么样啊？那我真受不了。花校尉在什么地方知道吗？花校尉巡城刚回来，到里边去了。啊，这也是怪物。花小薇在屋里吗？袁杜兄，请进来吧。写信吗？哎，因为明天有人回亳州。对不起，打搅了你了。不要紧。有什么消息吗？我们得了一个密报，敌人又准备大举进攻来了。那是当然的，他们打了几次败仗，绝不肯甘休。可是我们的军师还不相信。我看事情要坏在军师的手里，因为他的私心太重。嗯，不错。可是我们的主帅因为打了几个胜仗，好像就不把敌人放在眼里。哎，我本来有个屯田养兵防边突敌的办法。你看写了这样一本，这里还有我爸爸给我的地图，前几次打仗全靠这几幅图就布防，想不到军师会说我的地图靠不住，真把我气死了。可是目下最紧要的是要知道敌人的纵兵到底在什么地方，只要我们能够得到了真凭实据，军师也就没有什么话可说了。好，我跟你去见元帅。你想怎么说法？我们自告奋勇去打探敌人的虚实。好，我们就去吧。你不是要写信吗？国事紧急，
少写一两封家信算什么呢？军师，请坐。昨天两个降将已经盘查过了，的确是真心投降，如今要叩见元帅。好，就让他们来见吧。是，元帅的宽宏大量，没有一锅不敬仰的。元帅传见番将。对。叩见元帅。两位请起。谢元帅。我们小邦得罪天朝，孟元帅多展之恩已经是万幸，怎么敢当元帅大力相迎？你们能够弃暗投明，本帅是非常的高兴。只是听说尼果郎主正要调动大兵前来进攻，这是怎么个说法呢？小方自从打了几次败仗，早已无力进攻，主帅调齐大兵不过是谣传而已。本来是谣言。那么就请军师好好的款待两位。是。你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去？我们要见元帅说话。元帅正见着两个番邦的降将。是谁引进来的？是军师带进来的。走了。二位这里来。是的。小邦的可汗奉赠军士黄金万两，请向元帅说情，不要相敌太紧，两国从此和平，岂不是好吗？我自有道理，多多费心。哎，万一是诈降怎么办呢？我也以为靠不住啊。你们二位暂且等一等，让我想想法子。等军师跟那两个番将走了，再见元帅。全仗大力，挽救危机，这是应当的。喂，军师来了。元帅，花木兰刘元度有机密大事求见。有什么机密大事？你去问他们。还是请元帅亲自问吧。好，叫他们进来。啊！叩见元帅。有什么事？末将党所有密报，番邦调动大兵就要来了。那我知道都是谣言，确有其事，并不是谣言。那么你知道大兵到了什么地方？因为他们的行动十分秘密，所以末将党想求元帅命木兰和元度亲身前去探听虚实。哎，军师已经问过两个降将，大举进攻绝无其事。
倘若这两个番将是诈降，岂不误了大事？好了，不要多说了，我就命你们两个人去打探回报。得令。哎，我们这样子前去打探，人家不会疑心吗？我想我们要改办一下。改办什么呢？你来改办一个方当打猎的。那么你呢？我。对了，你最好办一个方当女子。胡说，我怎么好办女人？你瞧，为了国家性命都可以不要，办一回女人算得了什么事？只怕办不像。你呀，不办都。什么？对不起，别生气，回头见，我去改办改办。你办得真不错。到底没你办得好。哎呀，哎，等等，拉拉扯扯不像个样子。哎，我们这样倒有点像什么？像朋友。不像朋友。像兄妹。哎，不过人家一定当我们是夫妻。什么？没什么，一路上没有听见你说过正经事，竟是说笑话瞎扯。我问你，到底是办公事要紧还是说笑话要紧？当然是办公事要紧呢。你也像那些混账家伙要挨打吗？那我可受不了。如今你的职位比我低一级，我就命令你，我们要分路了，你走那边，我走这边，在约定的地方碰头，快去！得令。娘家在哪儿？就在那边不远。不要去了，你拐了去见我们就同谋去。我不去。那由不得你。我怕。怕也要去，真是好容易看见一个女人，还会放过你。你们的头目在哪儿？头目就在那一边。哟，那儿不是扎着兵吗？谁说不是？那么多的营帐，一定有好几千兵啊。哼，几千？怎么？没有吗？哼，少说一点儿也有几万，这回一定把唐兵打得落花流水。那才好玩呢。好玩？玩命！别啰嗦了，跟我们走吧。哟哟哟，拉拉扯扯干嘛呢？我也逃不了啊。我不如这样吧，这不更好玩吗？倒也不错。大
人同舟一天到啊，一天一个一把二高啊，你以后来你以后啊，我没有法子军情怎么样？他们的兵来的很多，都藏在安寨附近的山里，为数总在10万以上。他们的马队已经有小部分出现在离州城10几里、20里的地方。有一个传令的被末将打死，在他的身上搜出了证据。你的意思怎么样？依末将的愚见，以为我们死守在城内，恐怕一旦有事措手不及，而且城内奸细很多，恐怕中了他们里应外合之计，此时不如把兵分两路开到城外，以攻为守，从两翼包抄他们，等他们来扑城，城是空的，他们想回头，我们用骑兵断了他们的归路，这是上策。嗯，这正是下而又下的下策。木兰，你说借兵道理很多，
有什么凭据？是末将亲眼看见的。看见什么？看见许多的帐篷，许多的兵马粮草布满在安在附近的山里。我早知道那是他们的疑兵故意做成那样，要骗我们出城。我们身披高垒，不去理他，他们丝毫没有办法。只要我们一走出城，就中了他们的诡计了。这儿有一份文书，是他从番兵身上搜来的。我也得到一样文书，里头的话恰好跟这个相反，可见他们的诡计无所不至。启禀元帅，末将奉了元帅之命去打探敌情，探到了敌兵来的很多，而且很近了。牛元度，不等元帅传见，你闯了进来，难道你不懂得军法吗？来，上，擦了出去。好了，元度，你先出去吧。是。木兰，你要不是年轻不懂事，上了他们的当，就是设了他们的贿赂，谎报军情。我是尽忠报国、顶天立地的志士，请志士不要冤枉好人。听说你还会扮女人，是不是？好，我看你不必当军吃粮，还是回去唱花旦吧。木兰，你暂且退下去，本帅自有道理。是。部下猖狂到这个样子，太不像话。年轻的人好大喜功也是常事，不过让他们受点挫折也好。今天是怎么回事？我想一定是军师嫉妒我们的功劳。我想他一定还受了敌人的贿赂。那我们怎么办呢？我看只有一面暗中派人监视军事和那两个番将，一面把我们的弟兄们暗中布置。怎么样布置呢？我看这样，万一有事带一支兵暗中到城外埋伏，我就在城内保护元帅。好好的事情，看看就要断送在奸细的手里。元度，快来！怎么？哎，你看，一群鸟叮叮晃晃飞过来，一定是敌人的队伍来攻城了。哎，你就到城外去布置吧。是。王政委，你带一支兵到城北去埋伏。是。李队长。是。到城西去。是。
官下令承办。胡说，分明是翻兵攻城，怎么是花木兰造反？翻兵实在是木兰引来的，元帅快到城北还有办法。翻兵从城北进攻，怎么还好往城北去？元帅不听我的话，悔之晚矣。抓住一个放火的，他说要见军师，岂有此理！慢着，忘了口供再杀。原来你是假意投降，该当何罪？各位齐国不必多问，你要见军师做什么？那还用问吗？因为他会把我放走。你说人家通敌，原来你才通敌，把他们都给我杀了！启禀元帅，翻兵倾巢而来，静儿、末将等早有预备，就是他们进城也不能留守，现在请元帅赶快到城南去指挥。好。大队渡出了城，正取包围的形势，想断我们的归路，我们应当赶快退出城去，和他们在二三十里的地方决战，不然怕中埋伏。你早为什么不说？好容易得了城池，一进来马上就要退出，这是哪说起？最初没想到，怪不得人家说你是个狗头军师。狗头军师，把古董、宝贝、好的女人都给我带走。不听好话，让全城的百姓遭了大劫。幸亏将士们忠勇战斗，才得转危为安。我真是死有余辜。我已经奏明圣上，任花木兰为帅，他真是又忠又勇，足智多谋，可以担当重任。你们要服从他的调遣，修从二心，这是我的遗言。身后的事情，一切拜托。
蒙全元帅的荐举，又蒙上天子的洪恩，命我镇守边关，你们大家不许贪赃枉法，不许欺压百姓，不许临阵脱逃，不许营私舞弊，本帅严处法随，违令者斩。元帅文德武功虽尽边患，千秋万世永垂不朽。这都是大家的功劳，我不过是领衔罢了。元帅太谦了。老刘，你怎么喝了一点酒就这么满肚子牢骚的？我不管，我去找元帅去。我看你还去睡吧。
我不去睡，您去睡吧。好，我去，可是你小心点，不要冲犯了元帅。知道知道，我的元帅，我还会不知道他的脾气吗？你的元帅，笑话笑话。元帅，没有。我报给你一个喜信。什么喜信？京里有信来说，是皇上要召我进京，你就升做折冲都尉，留在这里。恭喜元帅。我也恭喜你。我不要做官。为什么？只要一辈子伺候元帅。小孩子的话，睡去吧。是。元度，你在干什么？我在这儿守卫。胡说，我几时让你守卫？我看你真是喝醉了。没有。那你一定是在想家。不是。想老婆。没有老婆。哦，对了，你还没有娶亲。那么你怎么？元帅，哦，你去睡吧，时候不早了。不，快去睡吧。赶紧要回去，我跟你做个媒人。我不要。为什么？我已经有了。有了？那姑娘姓什么？她在哪儿？我不过心里有了她。那为什么不就娶了她了？本帅并没有叫你不娶老婆。我不敢对她说。为什么？那姑娘的脾气怪得很，地位又比我高，说得不好，她或许会杀我。天底下有这种事？天底下就有这种事，你说奇怪不奇怪？你真是喝醉了，胡说八道的，不准在这多说了，去吧。是，得令。
他找上他的床，找着我破碎的心肠，找着我终夜在彷徨，他的赤入我的怀抱也好，诉一诉我的衷肠。半夜三更谁在这唱？元帅不是准许百姓们今天晚上唱到天亮吗？哦，又是你，好，你就唱吧，请元帅指教指教。我不懂。月亮在哪里？月亮在我的身旁，我见着月亮的面，我浸着月亮的光，我向着天边望，我对着天边想，我不会变也会狂，到头来却还是人间天上。唱得好，我跟你是二年的朋友了，今天我也学你唱一支歌。这都是元帅的恩典，我真是万死难报。啰嗦。是。月亮在哪里？月亮在你的身旁，你见了月亮的面，你爱你月亮的光，直到你念念忘，直到你天天想，你不要慌不要忙，到头来只有那嫦娥下乡。你不要慌不要忙，到头来只有那嫦娥下乡。现在你可以去睡了吧。司令，花木兰平凡有功，勇绝边患，朕心甚喜，加封木兰为尚书郎，刘元斗相奏军籍，加封为这从都尉。臣花木兰并无大功，不敢当尚书郎的封典，只愿陛下赐予骏马一匹，使得回乡警示父母。臣刘元斗财力有限，始终只愿跟随花元帅从一名走卒，官职太高，恐怕辜负天恩。花木兰是父母能孝，刘元斗是主能忠，朕身嘉许，每人赐宝剑一口，骏马一匹，回家省亲。万万岁。
来认识我们了。他是我的老朋友，我跟他也是老朋友，老朋友。衣服歇息歇息，有话回头再讲。你瞧，真不知道多少人来送围，你看这么多的蹄子怎么办？我已经定了。定了？怎么样的人？妈，您先听听他的声音，看行不行。刘延都哟，明天怎么样？洪亮得很。我带您去看看他的模样，看死得死不得。哦，慢一点，我经不起你这一拉。好，妈，孩儿知道了。严柱，就是他。各位请随便。哦。看你还赖到哪儿去。